这段时间因为生孩子，我很少回家，所以他们都是我奶奶来照顾的，给他们饭吃，放他们出去玩。但是听我奶奶说，十一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吃饭，所以我每天都会回来几趟，只有我回来了，十一他们才会好好吃一下饭。所以今天给他们来称一下体重，看看瘦。还有那只小的，就是说妹妹也不怎么吃饭。小妹妹，看看你的体重啊，来上来。站好了，乖。7.05，7.05是14斤了。那个时候称的是18斤，掉了4斤肉，妹。妹妹是瘦的最多的啊，妹妹。上一次称体重还是过年前，十一是70斤吧，好像是，现在是68斤。叶子是42斤，现在是43斤多，非常好哦，非常好。说你棒呢，说你很棒。